你着枪。那这边能不能碰到一个死耗子 ？Nice，Nice， 两个死耗子。比较喜欢把人打到地上去，给他一刀的话有先吃，看教堂那边有没有人修，给他来个惊喜 ，nice。贪得很，小伙子。因为你空姐我不锤你啊，稍微骗他一下他就回来了。没救啊，二挂了呀，那空姐一挂死呀。来了，又跑了。应该在等我的镜像结束再救啊，聪明，等我镜像呢。好了，我不急。这我没必要锤你的镜像了，那这边直接锤他人。牛逼！修还是他修呀？两个人都得死，你看，哎，这波救人我赚了呀，小伙子。接所有空姐都得死。应该去摸人了。你在红教堂，不好了，回去。
跑了。怎么就莫名其妙套了个鸟啊？按错了吗？都看见魔术师了，写的修啊，要救一波金像。右头是空姐，哦，看你这分拿的爽呀！现在干嘛呢？他应该知道地窖在哪。不必啊。投啥呀？哇，这个电击太给力了吧！这三连刷的，就在脸上。打着了呀，那你亏了呀。
他没关护臂。 nice， 我这边走，还两次，把这边走就行了。还一次，没护臂了，走开，收拾他。 这就没这事，谁修？魔术师，不着急。 拍个照，他修不动。没人救他迹象，不敢救的。 现在救他迹象没用了呀，他已经倒地了，这就没有意义。我是他大哥。 音乐拿起来啊！不慌张，记得排。 What the fuck？ 哇，这么强的吗？这是欠了个什么东西打人啊？老六了。
真他妈拿长枪师打人！因为没人，我可不信。应该在藏自己的镜像啊。铁石的长。花了我好久时间啊。铁石，我看见了。是结石不？被看错了，还好 VIP。看错了就尴尬了呀。那就没问题了，他镜像没修成。觉得你儿子能跑吗？跑不掉的呀。这分刷的，这两个人怎么打吧？不着急，他镜像没被救。那叫二挂，二选一。
我操，他速度快得很，25%。哪的修啊？他是不想出去了，应该在废墟。我开局不照相，我不照，我走一会儿路我再照。魔术师，我看到人了我再照。挂掉两个吧。我猜他们在大船上。给机会，大船捞一个。卡了吗？穷啊，在海边。
差他快，我不要紧。25%。又有人来救了，我跟你们来的好快啊！我把他金像救了。葫芦娃救爷爷，这是。看，看听见没？记得看。紫色，刷个紫色，好。这么快？这救不到了呀，然后你又没治愈了。不要飞了，往左，往右边走了，不给他投了。打得我累，你们也累呀，那何必呢？非要来互相伤害。没阴一个人，不着急。哎，打着了。
可以，调香师、魔术师，没人摸先知，这边直接去。哎，人呢？进入镜像了。狗贼。都别想跑！OK， 他也来救一波。刷800分，美滋滋。来来来，1600，快来！这有1600，这个酱。说1600还真1600啊，这么牛逼！我这都敢翻。二怪空姐，哎呀，木木这波分刷的爽死了，又刷了，又刷了800，哎呀，我的天！刷够了，刷够了，让我一刷刷呗。哎，狗起来了！小木屋 ，OK， 他有鸟，来预判一波。
早点投了，投了得了。哎呀，这分析交的及时啊，没交他就死了。 再翻，冲死！我赌下一把还是他们，打了一晚上，哎呦！